说实话，当初看上这个杯子，纯是因为它国潮风的颜值，拿到手后却发现居然还很好用的。但是说它可以显示温度就很爱了，而且保温时长能达24小时，还是500毫升的大容量，材质是304不锈钢的，密封岩石，滴水不漏的，确实是颜值和实力并存呀。